在香港岛中西区，有一条名叫水坑口街的街道，虽然连接主干道皇后大道，来往的行人车辆却并不多。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了，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条仅有150米长、坡度骤起的道路，却是香港近代史的开端。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7个月后的一个清晨，水坑口街出现了一队全副武装的英国人。他们沿着水坑口街登上了一座小山岗，在那里升起大英帝国的国旗，进而向海面鸣炮，宣示对香港的占领。随着隆隆炮声，水坑口街多了一个英文名字 Possession Street， 它的中文译名占领街。这个时候才是1841年的年初，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南京条约是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签的，所以你说从那个1841年年初到1842年夏天这一段时期啊，实际上英国人已经占领了这个地方。香港背靠内地，连同外海，自古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门户之地，在香港岛和九龙地区之间，是被誉为世界三大天然良港的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港港阔水深，大型商船畅顺进出。急于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英国人对这片土地和良港垂涎已久。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98年斩拓香港戒指专条，在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香港一步步地离开了祖国怀抱。在当年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看来，香港已然是英国女王皇冠上的明珠。但是，侵占过香港的不仅仅只有英国人。在香港中环的汇丰银行总部大楼门前，一对铜狮相向而卧，这是汇丰银行的标志。但是在铜狮身上却密布着孔洞和刻痕。这是当年日军留下的罪证。1941年12月8日，在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日军悍然进攻香港，仅用了18天就击败了英军，占领了香港全境。日军在香港烧杀抢掠，据统计，香港人口由原来的160万因战乱下跌至不足50万人。这段时期被史学家称为3年08个月的黑暗岁月。当香港沦陷之际，与香港隔海相望的澳门经受着一场更为久远的磨难。
澳门圣道明教堂始建于明万历十五年，因为供奉着玫瑰圣母，又被称为玫瑰堂。如今这里成为了中外游客游览澳门的旅游胜地。也许游人并不知道，在玫瑰堂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出现的34年前，葡萄牙人登上了澳门的土地。1553年，葡萄牙人打着借地晾晒水浸货物的借口，开始强居澳门。澳门也逐渐成为葡萄牙人在远东最早的贸易港口。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个模拟的一个场景，就是模仿那个葡萄牙的船舱，然后就是过来澳门时候运货是一个怎么的情况呢？他过来的时候最主力的就是上面的那些石头。为什么奇怪我要说那些石头不说上面的货物呢？其实最主要是葡萄牙过来的时候，那些货物在中国不是太畅销。其实中国因为地大物博，什么东西也有，其实我们中国人对葡萄牙的货物不太感兴趣，所以没办法，过来的时候如果不有一些石头来压窗的话，那些船就比较容易翻，所以这些石头就陪着在里斯本出发，一直过来一直过来，然后就是远到重洋，然后就变成我们今天的什么东西了。其实大家来到大三坝附近的牌坊下面的那些梯级啊、石头啊、马路的石头啊，其实就是当年的船的那个石头泥了。巨大的压舱石垫起了澳门大三巴牌坊，这座牌坊是始建于1637年的圣保罗教堂的前壁。在这座天主教堂于一场大火中彻底焚毁的5年之后，鸦片战争打响，葡萄牙人趁火打劫，于1849年起陆续正式占领澳门各地。1887年，清政府被迫签署《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次年4月条约生效，葡萄牙获得了对澳门所谓永居管理的地位。广东各地都有舞狮的传统，香港和澳门也不例外。1945年，一队舞狮队伍走上香港街头庆祝日军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反殖民主义的浪潮日益高涨，包括香港同胞的全中国人民都热切盼望着香港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清朝之后，中国历届政府多次尝试收回香港和澳门，但贫穷落后的中国根本无法在列强林立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维护自己的利益。香港和澳门离祖国近在咫尺，却一次又一次地丧失着回归祖国的时机。但此时的中国却已经翻天覆地，随着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天后，
势如破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打到了深圳河北岸，直逼香港。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在深圳河南岸及香港其他要塞部署驻军，摆出了一副决战架势。刚解放的时候，你要解放香港、澳门不是不可能的。那你解放军派上一个师，一下子就过去了。实际上，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只要一个冲锋号，我们保空期随时可以插在太平山上。但出人意料的是，与香港近在咫尺的解放军却停下了脚步。实际上，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就已经在西柏坡提出了暂时不动港澳，在条件成熟时用特殊的方法解决港澳问题等政策主张。这为中国的港澳政策明确了方向。因为我们当时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要由乡村转到城市，由革命转到建设，要搞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要尽快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那么搞建设什么方针，这是我们一贯的早已经明确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那么既然要争取外援，那就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个外援。但是当时又面临着东西方冷战的一个大的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对我们的解放区进行了经济封锁和经济控制，那么港澳作为一个国际的自由港，它的特殊地位就显现出来了。长期打算嘛，当时，充分利用嘛，我记得当时就很快的抗美援朝，美国当时不是制裁呀，是封锁呀，有香港这个口子，有些爱国商人。霍英东这些就给我们内地运输一些禁运的物资嘛。虽然中国对于港澳实施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但是对于港澳主权问题，中国原则坚定。就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不久，中国代表团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明确宣布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1972年11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上除去的决议。此刻在会议现场的周南激动不已，他清楚这一决议的通过意义非凡。就从法律上切断了将来英国人企图把香港搞成独立国家的这个可能，所以也说明中央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得很周到。建国之初就发表声明，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到了时机成熟了，我们就提出要解决香港问题。香港麦理浩径是一条知名的山路，连通着八个郊野公园，每年吸引着无数徒步爱好者。这条全球闻名的徒步线路是在1979年以香港时任总督麦理浩的名字命名的，也就是在这一年的3月24日，这位第25任香港总督悄然抵达北京。在与邓小平会面时，麦理浩提出英国是否可以在1997年之后延长租借新界土地，这一要求遭到了邓小平断然拒绝。
邓小平明确指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小平当时跟他说，不要担心，97年之后，香港那个资本主义的一些运作，有的还会保留，没有点破。实际上就是一国两制的考虑了。就在邓小平会见麦理浩的3个月前，中央政府在1979年的元旦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这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从武力统一到谋求和平统一的方向性转变。一国两制构想始于台湾问题，而随着香港新界租期临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渐趋成熟，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将要率先在香港和澳门得以实行。当麦理浩把中国的强硬表态带到英国后，立刻引起了英国政府和国会的震动与焦虑。在经过3年多的前期讨论和铺排后，1982年9月22日，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中英两国正式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就在这位铁娘子来中国的3个月前，英国刚刚赢得了一场震惊全世界的战争。马尔维纳斯是几座只有1000多人的小群岛，英国不惜派出庞大的舰队远征南美，与阿根廷刀兵相见。1982年6月28日，撒切尔夫人宣布英国重新占领马岛。这次来到中国后，撒切尔夫人仍然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她坚持关于香港的3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只能协商修订，不能单方面废除。我跟他说的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是说中国啊1997年收回的问题啊是不能谈判，不管用什么方式。邓小平激动地说，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也提醒他，今天的中国不是这个阿根廷，他不是刚打了一仗吗？跟阿根廷吗？不是，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阿尔维纳斯群岛。在中方的据理力争之下，撒切尔夫人的这趟北京之行空手而归，中英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英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在香港问题上的预期和立场。在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中，这位号称铁娘子的英国首相坦言，回想起不久前才结束的英阿之战，作为一国首相，深知战争使英国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然而在香港问题上，英国应该做些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切只有到谈判桌上才能解决。这里是北京台机场头条3号，从1983年7月12日起，这栋小楼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在中英谈判第二阶段，作为代表团团长的周南与英国代表团拉开旷日持久的较量。
几乎谈到每一条，他都是企图是我们的主权原则。你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讲香港将来是香港特区，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他要我们删掉，我们说这怎么行啊？不隶属中央人民政府，若隶属于谁啊？它是特区，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它是一个地区，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从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中英双方在历时2年的时间里，总共谈判了22轮。最终，在邓小平创造性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下，中英双方达成协议。翻开中国的近代史，字里行间浸透着数不尽的屈辱和抗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旧中国大大小小签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而第一个就是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1984年12月19日，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在了人民大会堂。17点30分，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香港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旧中国历届政府没能做到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终于做到。说到根本，还是国家强大了嘛。香港人、侨胞，我们都盼望着中国强大。我们重回祖国的怀抱，就我可以堂堂正正说我是中国人。香港问题谈判的成功，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借鉴。1986年6月至1987年3月，中国与葡萄牙仅耗时9个月，历经4轮谈判，便成功达成共识。1987年4月，中葡两国代表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历经漫长岁月的漂泊，香港和澳门终于先后回归祖国的怀抱，五星红旗在港澳庄严升起。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中华儿女普天同庆。和平方式收回一个几百万人口的一个大城市，但是用史无前例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同时实施高度自治的方式，和平成功收回，解决100多年前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能不激动吗？那么多年的居民地的那些朋友又离开了，下着雨离开，当然他们心情不舒畅了。可是我们这边，我们的解放军就是威武之师进城了，那么另外看着理智旗下降，五星红旗上来，那么我们香港终于回归祖国，对我们也看到非常的振奋。一国两制成功落实，香港继续长期的繁荣稳定，就是最好的科学的证据，说明一国两制是最适合香港这个地方。
当时的代表很多这个爱国人士，真的我们这个哎呀，真的回归了，我们期待，哎呀，我们中国站起来了，我们真的回归了，是吧？当家做主了。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一个新的系统，我们可以从香港的经验学到看到一些东西，如何落实一国两制，如何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在澳门的方针政策。对于我来说，对于当时在澳门政府里面特区政府的每一个同事，都是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但是都有一种义无反顾的迎难而上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国家弱港澳失，国家强港澳归。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件，由此港澳重新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从此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